看下路好杀，好过瘾。来就是两条命，三条命。队友传来捷报，差一点钱呢，干！上路开扁，下路也是看起来随时要被越。谢谢你，炮娘。对面牙术死了，我把对面下路两个宰了，明明是他先动的。哦，下路赢好多。牙术交斩。390。2秒，啊！看下路好杀，好过瘾。来就是两条命，三条命，还可以吃个守塔，太舒服了呀！牙叔不知道怎么一天到晚就想带服别人，带不到自己爆开。好像打，好想当赫威哦，就得踢死他。可惜啊，到的是石头人。为啥是要几秒内杀了他才有虫子啊？六秒。是守塔吧？没有，不是。你要确定绑得到吗？抬，你抬那个老哥，
哇靠！刚他下车的，刚抬着两条人命呢。各位拿抬去吃也怪了吧？人家是不是在偷爽啊？浴室者叫一叫吧。不叫，然后又逛街。哇，浪费了一两分钟啊！我先去，救命救命兄弟们，干，我被 all in 了。好吧，死一次奖赏对面可以点了吧，杀到我一次你们也心满意足了吧。超远冷到爆炸，因为有个旁边有龙潭吗？有条干嘛？谁在那？哼，看好像真的会被秒，还多少血啊？谁？这是没有用画家的我，用画家感觉在负重训练。